他人呢？回去了吧？你不去上学啊？我这就去。朦胧诗是新时期诗坛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，应其以内在精神为主要表现对象，多采用象征、暗示的手法。 从而在诗意上呈现出一种模糊和朦胧而得名。朦胧诗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特点是：一、内涵上寓意深厚，不求显露，思考人的本质，探索人的自我价值体现，诗人的主体意识；二、艺术上意象扑朔迷离，一改新诗明白如画的特点，以普遍的暗示来代替。 什么意思啊？这爱心便当。哦哦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哎，你是想拿老师来试试手是吧？来，告诉老师，你看上哪个男生了？我没有看上哪个男生。老师，你快吃吧，我坐了好长时间呢。 哦，看起来不错啊。我是觉得廖老师太辛苦了，学校的饭菜又不好。这姑娘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我这桃花运真是犯错了地方，该喜欢的不来，不该喜欢的瞎来。啊，慕容同学，你的心意呢？老师笑纳。 不不不，见。 事儿呢，想跟您汇报一下。什么事儿？是关于廖学兵、廖老师的。他妈出的这是什么呀？ 假的吧？还有一件吗？南哥，统领，这他妈咋叫一遍？操！南哥，这歌你留着。 果然言归正传，现在应有效果了。这只是个开始啊。哦，谢哥。后面的事儿，你小子要盯紧啊。浩哥，您放心哥，包在我身上。孟老师啊，你说的这个情况属实吗？主任，这个请您一定放心。 可是我们这手里头没有什么真凭实据，哎呀，我也是无能为力啊。主任，别着急，一定会有的。 行，把活动扳手给我拿过来。我
说我要活动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啊？你不说你照顾你弟弟去了吗？啊，我不管他了，我。都太有把握，才会在转弯时彼此错过。你让我了解，可以相爱多么难得，多难得相遇在我们最美好的时刻。因为爱你，让我学会什么是快乐，能够祝福也是另一种选择。烈火，这高三四班的实力可是跟高三一班都有一拼啊！他们可是上届的季军啊！你怎么回事啊？比赛还没开始你就怂了？不是，我是说咱们能不能别太意气用事了？现在还不是说这个时候，咱们谨慎一点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尽仗他人威风，现在谁想退出？早点说。兄弟们，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。明天这场比赛，我们就离冠军不远了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我觉得你们已经尽力了，不用太难过。嗨，都干嘛呢？不就输场比赛吗？又不是死。是，成王败寇，技不如人，还能说什么？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上届第三名把咱们打成这样，想拿冠军，没戏。可乐，你满意了？我们输了。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放弃了？我们再继续啊，也没赢的份儿。那本来我不是这么看的，可现在士气和斗志都没了。我赞同你的说法。那你还有什么办法？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可是我怕你们吃不了苦啊。只要能让我们赢，我们什么苦都吃。好，话是你们自己说的，等比赛赢了以后，答应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
没问题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廖老师，我知道慕容兰洛很喜欢你。对啊，像我这样的老师，有同学喜欢是很应该的，因为我是 Super Teacher 兵嘛，哼哼。你知道我说的是哪种喜欢？怎么难道喜欢还分种类啊？是一个女人喜欢一个男人的那种喜欢。可是，你们都还很小啊。是啊，现在我18，您26，听起来是很小，但是您30，我22，您40，我32，我爸爸也大我妈妈这么多呢。很有道理。小丹同学。 不是我告诉你个秘密怎么样？在我18岁的时候，我也喜欢过一个女孩子，而且到现在我一直都很喜欢她。她的名字叫做苏冰云，就是你们的苏老师。廖老师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因为我们是朋友嘛。你现在还很小，以后的路还很长。 等你到我的岁数的时候，你应该会明白。再见，廖老师，我们真的是朋友吗？ 下次再说吧。老师，帮什么呀？你别乱说行吗？哇哦，老师您穿的蛮帅的嘛。那是，老师很时髦的。廖老师，你快帮帮他吧。老师替你吃吧，省得浪费。不用了，廖老师，都已经画完了。啊，这么快啊？ 廖学兵人呢？我们不会又被耍了吧？不能吧？我看他那样，他也不像骗人的呀。咱们还是先等等吧，啊？廖老师，廖老师，怎么了？快点说呀！你倒是……他说他在海边等你们，如果10分钟不到，你们就别去了。 跑这么点路，你们就累成这样了？你们几个货果然不是这块料啊！我还是那句话，我请了一个打篮球很厉害的高手来训练你们。从现在开始，往后的每一分钟，你们将永生难忘。如果想后悔、想逃跑的，现在就滚蛋！如果想当男子汉是个爷们的话，往前跨一步。都不错啊，丁老师，其他时间交给你了。 既然你们廖老师把你们交给我了，现在听好了，原地趴下，俯卧撑，每人200个。什么？200个？就你话多，对不对？不做做400啊！好了，看好了没？谁不做就给我罚，谁做的不标准也给我罚。一、二、三。 5、4、3、2、1，好了，这样就不行了，还想当男子汉，还想赢是不是？就你不起来是不是？快起来！看好了，那边的灯塔。
从现在跑过去，30分钟之后回来。是，不是吧？这跟篮球有什么关系啊？就你们俩话多是不是？快跑啊！快跑！我走走走。哎，兵哥，我要不要对他们那么狠？响谷他要重锤敲嘛，要不然叫你过来干嘛？行吧，看好了，那边的灯塔，从现在跑过去，30分钟之后回来。你去。不是吧？这跟篮球有什么关系啊？就你们俩话多是不是？快跑啊！快跑！哎，兵哥，我要不要对他们那么狠？响谷他要重锤敲嘛，要不然叫你过来干嘛？行吧。啊，对，忘了告诉你我有多强。我天生就臭屁，天生就很倔强。我确实倒下很多次，担心你从没到。啊，对，忘了说起风对我没用。我天生的宿命，说起点大声。总之，就算闹你天空，我也绝不退缩。快点碰到风，把我想触碰那种和命运对着干的感觉很爽。快点碰到浪，把不想再等，等到成佛后再后悔从没疯过。快点碰到痛，把痛过才懂每次能遇到爱的人有多么难得珍贵。痛过才能懂，有梦才能变成该被嘲笑。我是你永远大不了，求你都别想摆弄我。 Sorry， 我从来都没想摆脱你，没有你一次次这样击垮我。我还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独特。快点碰到风，把我想触碰那种和命运对着干的感觉很爽。快点碰到浪，把不想再等，等到成佛后再后悔从没疯过。快点碰到痛，把痛过才懂每次能遇到爱的人有多么难得珍贵。痛过才能懂，有梦才能总管，来，请吃个蒜，来垫垫底儿，杀杀菌。好，菜单啊。好，服务员。哎，廖老师，今天又在这么边照顾生意。啊，你看老规矩，这里这么多人啊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每人一碗面，多面不要肉。廖老师，就面条啊？你们刚做完剧烈运动，多吃点热汤面对身体好，吃大鱼大肉。上位，赵老师，我们都赢了比赛了，你就请我们吃这些呀？是啊，你也太抠了吧！就是啊，廖老师，你就出回血吧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老板，把你们这儿最好的菜都给我上上来。出血了，廖老师。再来十瓶可乐吧。喝什么可乐呀？啤酒。哎，干嘛？再来一瓶嘛，有奖的嘛。喝酒啊！啊，来，
全怪他们人了。南哥，我现在有事走不开。你他妈死哪儿去了？要不然来那个 KTV 找我吧。喂，喂，把我电话。胳膊肘快肘了，胳膊肘快肘了，快点，快点。元哥，他要是不来怎么办？他都已经到处找你了，你还怕他不来吗？啊，好了，今天该吃的都吃了，该喝的也喝了，散了吧。哎，老师，我们走了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再见。同学们再见。哎，等等，明天上课不许迟到啊。走吧。拜拜，廖老师。走了，走了。阿南，相请不如偶遇，既然来了。咱们兄弟喝一个。少管，谁他妈跟你是兄弟？现在不是也不代表以后不是吗？南哥，是你。南哥，这是你的烟，宝宝站错之前一个味儿。阿南，阿南兄，你可想清楚啊，这一代只有我周福元有这个，只要你认我这个兄弟，我保证你以后天天吃得饱。学，你不回家，你在我的车旁边坐什么呀？我啊，你是在等你男朋友吧？我没有男朋友，我是在等你。等我？廖老师，你今天有时间吗？有啊。你有事儿吗？那你能带我出去玩吗？出去玩啊？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你跟我出去能玩什么呀？再说我晚上还要备课。那我陪你备课吧。廖老师，你住哪儿？你别闹。我没闹。啊，那个时候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廖老师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我不想一个人回家。阿南来了，来喝一杯。不喝酒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今天有点小感冒。那个，秋，从你那儿先借我点钱。多少？2000就好。拿去，不用找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
情况？不知道哎，好像病得很严重。那，斌哥电话。喂，斌哥。哇，今天晚上装给我啊。哦，你什么时候敢好这一口的？斌哥，晚上注意身体啊。滚蛋。说说房间怎么是这个样子啊？我又去买蛋糕，又去通知同学，时间不够用。这个高中同学，要不然我们出去再重新来一次吧，好吧？玉虎，周安，你快收拾收拾。哎，廖老师，你也喜欢你叔叔啊？啊，其实龙子也是不错的，对不对？哇哦，廖老师，你还喜欢小动物呢？哎，不是你干嘛？南哥，继续抽吧。有什么话直说吧，想让我干什么？我想让你在浅水街和圆湖路一带买点小东西。你们费这么大劲，就为了这个？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要一起做。我要让你做飞车党的老大。祝慕容同学生日快乐，干杯！路上小心慢点啊！欢迎来了。哎，慕容同学，你为什么不回家呀？
廖老师，我能住您这儿吗？啊？我能住这儿吗？那你说的这些，你妈妈知不知道啊？那你住在我这儿也不是办法。廖老师，你就让我留下吧。我想想。你要是实在为难，我现在就走。那你去哪儿啊？我去哪儿都行，我不想回家。也不想打扰你。那行吧，那就住这儿啊。我听保姆说你两三天没回家了，你去哪儿住的呀？爱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董事长，我已经了解清楚了，小姐应该就是住到她老师家里，这个廖学兵就是小姐的班主任。什么？不论结果如何，高二班所有的人都在为你们加油。加油！你怎么样啊？我没事，还能打。你这是韧带拉伤，你得休息。不行，你少废话，廖老师。就给我这次机会吧。以前我们班为什么这么讨人嫌，就是因为我们干什么都不行。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能够证明自己了。廖老师，你就给我们这次机会吧。昨晚下了很大的雨，让我以为天会哭的雨，我光着脚刷洋想的可笑，走哪里都忘记，好像是电影。没有车的街道上，我哭着说爱你，入戏到不行。就等到这剧情下起，就对飞的导演喊停，都忘记吧，就当作我是假装说爱你，就当作是人工下雨，不是老天孤寂。好像是电影，没有车的街道上，我哭着说爱你，入戏到不行。就等到这剧情下起，就对飞的导演喊停，都忘记吧，就当作我是假装说爱你。